人跟动物为什么要跟着音乐律动呢？这一题很难，而且我想要自找麻烦，把这个问题拆成四个问题，也就是 Tinbergen's Four Questions。生物学家 Tinbergen 指出，想要解释一项动物行为，可以问四个层面的问题，做比较全面性的思考。Ontogeny。个体发生，这一项行为在个体发育的过程中何时出现？如何出现？Mechanism，这项行为背后有什么生理机制？Phylogeny，种系发生，在演化树上有哪一些物种有这一项行为？它们彼此有什么关系？Function 或是 adaptation，演化出这项行为到底有什么用呢？这项行为如何促进生物的生存跟繁殖，增加个体的适应性呢？关于前两个问题，我想要特别介绍前庭系统，它是让我们跟着音乐律动的重要生理基础，而且它在个体发育的过程中比较早出现。前庭系统让我们感知头的角度与运动状态，以便保持身体平衡。前庭系统里面有半规管，侦测头的旋转；椭圆囊，侦测水平加速度。然后最有趣的就是球状囊，它不仅侦测垂直加速度与重力，也对低频的声音有反应。这篇论文指出，前庭系统的球状囊接收声波，可以导致动物产生肌肉收缩。我们熟悉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在夜店或摇滚演唱会里面，音乐非常大声，然后年轻人跟着重低频的拍子点头。这种重低音的频率，大概就是球状囊最敏感的频率，也就是200赫兹附近。所以这种重低音呢，应该会震动球状囊。当年轻人跟着这种重低音点头啊，这种快感可能来自低频声音以及头部垂直加速度对于球状囊的刺激。重点是，当这两种刺激同时发生，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快感。另外，上个单元有提到，男性跑者踩在重低音上面。这可能也是要增加瞬间的向上加速度，让前庭刺激跟重低音刺激结合在一起，产生快感。那追求快感跟刺激当然是不错啦，但是也应该兼顾安全。国外的研究指出，在摇滚乐的演出中，有人因为剧烈的甩头而导致颈部受伤或是脑中风。所以甩头之前呢，可能要热身，人家是有练过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ontogeny 个体发生，前庭感觉是比较早发育的感官。人类胎儿到第六周，前庭神经就大致发育完成了，而听觉跟视觉器官是更晚才发育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不管是鸟或人，跟着音乐动身体，常常都要动头。光是动四肢或躯干，好像不够尽兴哎。这可能是因为前庭刺激会影响对音乐的感受，而只有动头才会有前庭刺激。这篇论文发现，7个月大的婴儿对声音节奏的认知跟偏好。就已经会被前庭刺激所影响。这项研究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它是用外力去移动婴儿，造成明显的向上加速度。婴儿在这个瞬间呢，就会有前庭感觉，而这个感觉会让音乐拍子变得比较重要，
很像是小杰的第一拍。刚刚说到了婴儿实验，当然是这样。如果给他听规律的声音，然后加上前庭刺激，那他们可能会有拍节的感觉，像这样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这样他们比较开心。但是你只要这样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这样他们就不开心了。那指挥的动作在小杰的第一拍，蹦，他也有瞬间的向上加速度。那这种动作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一拍特别重要。前庭感觉很有可能影响语言的认知，像古人吟诗哦，就要摇头晃脑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那每一句都拆成两个字跟三个字。头部的动作可能会加强这种韵律感，然后投入情感等等。关于前庭系统，我就讲到这边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听觉背侧路径，它跟 Mechanism、Phylogeny 都有关。跟着声音做动作，通常就会用到它。脑中的听觉背侧路径由前运动皮质跟听觉区后方的颞平面所组成。它在我们跟着音乐哼唱或念诵的时候会活化。例如你听到鼓点的时候，想象跟着念咚子咚大子咚子咚咚大子咚子咚大子咚子咚咚大子，就会用到听觉背侧路径。它可以从声音里面知道产生这个声音的动作，或者是从动作预测声音。当我们用嘴巴去模仿外界的声音，就会用到听觉背侧路径。下面这篇论文指出，擅长声音模仿的动物通常都能在拍点上律动，例如鹦鹉、海狮、鲸豚。 Auditory motor enchantment 就是指动作跟声音同步。我觉得这篇论文很酷耶，它提醒我们声音模仿能力以及在拍点上律动的能力，它们的本质很类似，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而已。我们课本有提到听觉背侧路径，但是里面说只有人类的颞平面跟前运动皮质有功能性连结，这样讲就不太对了。刚刚讲到的鹦鹉、海狮、鲸豚，他们的脑中应该也有听觉背侧路径。那我个人非常好奇哦，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动物演化出这个神经结构？关于 Tinbergen's Four Questions， 最后我们就要来探讨第四个问题，也就是 function， 这也是最深刻的问题。之前所说的 ontogeny、mechanism、phylogeny 其实都是为了 function 的存在。所以跟着音乐动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以下请看两段影片。音乐跟群舞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促进社会情感，让参与者有种认同感或归属感。我想这部分大家都还蛮熟悉的。另外呢，
跟着拍子去动作，其实有很实际的功能。有一些集体劳动需要一群人同时出力，像划船、拉东西等等。如果有些人无法同时出力，他们的集体劳动效率就会比较差，适应性可能比较低。要让几个人同时动作，通常要算拍子。例如两个人搬一张桌子，其中一个人就要喊预备起。好，最后这个起其实非常有趣哦，就是这个声音刺激跟动作是同时发生的。在团队中彼此加油，一起呐喊，这个时候也要算拍子，一二三加油。刚刚有讲到群舞可以促进社会情感，那其实一起走路啊，就可以促进革命情感。以前我在军训课或当兵的时候学到，一群人只要步伐整齐，就会让人觉得他们比较团结。这时候口令或进行曲就成为一个共享的时间基础，可以协调大家的动作。音乐可以把一群人凝聚在一起。那为了强调这个概念呢，以下我来介绍比较奇怪的例子，就是一群机器也可以展现出某一种凝聚力。我们看到这是一群节拍器，原本他们的动作是乱七八糟，就像一盘散沙，但是只要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，他们就会像军队一样整齐的动作。我觉得当这些机器变得团结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有了意识跟生命。当然这只是错觉了，不过这可以让我们思考活生生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特质。